大人，饶命啊！没想到这石头怪还真藏在这城墙之中啊！这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反而最安全。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。我明白了，走，去哪儿啊？白马寺。我们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？这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说咱们在佛祖面前这么干，会不会遭报应啊？那你就少吃点了。你好男不跟女斗。佛祖显灵了。家眷和白马寺的香客都在这里。来人，立刻将他们送回大理寺，妥善安顿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老弟，你真是太神了！你是怎么知道失踪的人都被困在白马寺的？最危险的地方，最安全。这话好像是我说的吧？哎，等会儿啊！别拦我，高统领，都别拦我！高统领，你不能别拦我！狄大人吩咐，你要见狄大人，你的安全。高统领，高统领，狄大人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高统领，你清醒了。救人！救人？救谁？我那三千御林卫，他们都没有死，他们只是被妖人困在了蒙山里。高统领，救人要紧。三炮，召集金吾卫，进蒙山。好。狄大人，我们这样贸然前往，就不怕有陷阱吗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
哎，高统领，你的人到底都被困在哪儿了呀？狄仁杰，你是非不分，助纣为虐，更是窥探天机，当诛！高仙武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装神弄鬼。没错，你搞出这么多事情，究竟想做什么？狄仁杰，世人都说你断案如神，聪明绝顶，那你猜猜，我想做什么？我管你想做什么，给我拿下！哎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的目的就是要自杀。还要以身涉险跟我来邙山呢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我要是不跟你来邙山，又怎么能找到这失踪的三千羽灵卫？找到又如何？不还是死路一条吗？动手！喂，